来，那么文婷请你们，啊，我到后面去。让我今日所安排的歌曲，会当给大家美好的回忆，大家会当好梦，做个甜甜的梦，嘛希望大家会当保持身体健康，每一个礼拜日拢会当来这听歌，因为春天说实在的，早晚温差很大，很多就是身体要保重嘛，要保养好，才能够健健康康、平平安安。希望每个礼拜都能够看到你们，谢谢。再来这首《永恒的回忆》。时间的关系，带来最后一首歌。再回亚当都。再回亚当都。比较轻快一首歌曲啊，谢谢。我们下礼拜见喽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大家身体健康。每个礼拜天7点到9点，
那么3月20号开始的是我们一系列的这些。帅哥的赞助，谢谢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啊，万事如意哦。